浪漫的过袂甜，强求的婚姻袂圆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却开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白。咱离婚了。假使爱三个人继续痛苦，我退出是上好的选择。纯粹把现状当幸福恁娘家，安尼两家的恩怨马上是结束。是你啦，阿祖。当初应该跟你甲伊讲个清楚的。是我自私，你无需要感觉亏欠。手续我拢叫人办好啊，名签好啊，一切都结束啊。假使咱伫无同个环境下熟悉，凡事就袂走到这款结局啊。无啥物假使，事实就是老邱才是会当予你幸福。和信中同幸福的人，我祝您幸福，也祝福未来信中同的生理可以幸福。多谢。明天签的咱就解脱了。我只是暂时去日本，啊，不是因为我拢袂见面啊。你哭到安尼是安怎啦？我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就想着以后就只剩下你家己一个人啊。啊，你袂晓煮饭嘛，袂晓做家来事，后摆你只是要安怎过啦？小姐，啊，无我跟你做伙去日本好啊啦，我实在是袂放心。我阿哥啊，我也被咬死啊！好啊，紧去坐客运啊！若是无坐着，都要等半工啊！好啦，那安尼小姐，你去日本遐若是没关系，你就赶紧回来哦，我会马上去伺候你。你啥物时阵变阿这啰嗦？啊，不是老阿婆啊！好啦，紧去赶客运。多谢你啦，我还想你。你去倒？我送你去。我要去足远的所在，你的脚踏车无法度到，而且我嘛无假的车资会当付予你啊。用这堵车钱啦。我会打拼做工课，钱若是欠够啊，就去日本找你。那安尼要欠真久哦。你别说腰没电哦。多谢你，王杰。哎，阿叔舅，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来坐下。来，来坐下。好，多谢。谢谢阿叔。你好，阿霞，来，我跟徒弟。阿伯，考车咩？忙担辛苦。
来，用三碗水，大火抓到大滚了，再过用小火抓到剩一碗，搁加添麻，可能要抓五分钟。爱先吃三工，吃完了再过来一抓。袂歹嘛，阿秋生，够你甲我开啊！我写俄罗斯表演阁袂歹，想袂到你遮尔厉害。这是外表，你莫看我敢那足冷静诶，其实紧张甲要死。这是我考着中医师执照了后头一摆看诊，绝对袂当有半点死卡差。我也是讲真诶啦，你看你遮尔办事，病人嘛对你遮有信心，这是你过去三年辛苦拍拼诶成绩，毋然是考一张执照。你讲讲哦，亲像我的执照无值钱，这是我拼三年才拼来的。值钱，绝对值钱。我一定甲你顾着着，无吼，外口医保就要来跟我抢人。有想要去内底看看的无？没呢。即马新年的时代啊，咱就直接远远看就好啊。哎呀，辛苦不吃饱饭呢，等下去吃饱饭啦。嗯，啊，大概吼想要看外孙啊，你就讲要吃饱饭啦。顺是吧啦？来了。你中医执照嘛考着啊，我嘛等过两年啊，算了，应该个时间留我。你咧讲啥？我听无。秋春出来。秋春出来啦。挂起就是我的人啊，不准客来，知无？娃娃，来。你去下一班。我不会啦。你今仔要食韭菜哦？